我去，好帅呀、啊！什么事？别说话。第一次撩人竟然失败，丢人呢！你干嘛？别说话。问最爱的风弥漫在天空，这风轻万种出现在我梦中。撩人应该这样撩，小野猫。就是啊，别提了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啊，你一旦看到的只会是一个豪门贵人。你老公帅不帅？刚结婚就出去了，我哪知道他是男的是扁的？哎，你都别打岔，你输了就要接受游戏规则。向在场的一位陌生男士索吻。什么？就他了，我观察他好久了。云月上。上吧，云云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走的。对，你面具还是阿姨？小野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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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野猫。那个男的好帅哟，我到了，有点眼熟。对了，他是力士集团的总裁厉言。厉言，那不就是我老公吗？厉言，那不就是我老公吗？你确定那是厉言？他可是云城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啊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可惜英年早婚，也不知道哪个女人这么幸运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。还真是好大一场戏啊！哎呀，厉家为了压下丑闻，才让你高攀厉少的，别不知好歹。那他人呢？他连露个面都不愿意，这个婚我不结。由不得，走，走了。发什么愣？手机响了。
伯母，怎么还不改口叫妈呀？妈，李总，刚才您母亲打电话，说是您妻子已经回国了。她是你的妻子，先下药和串通媒体。我当年要不是为了压下心来，我才不会和一个面都没见过女人领证。看你们都睡了，两年前我就当被那种女的给拱了。既然她现在回来了，这么好，我就顺手推一招，把这个婚给她离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回家住，知道吗？哎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待会儿见。所以，他刚才是认出我了。签了这个，一百多。说喜欢，你就主动送上门来，还能查到我家，手段挺野的。听不懂你在说啥。对了，签什么呀？哦，那不是给你签。那个女的呢？这儿还有别的女人。她不在。她不在更好。你背着我进屋咋叫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只是我们见面的第二次。她不会太心急了，行不行？别告诉我，妈，你说这是我和你第二次见面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叫你小野猫也可以，你告诉我名字。你不知道我叫什么？我知道，主动送上门来索我一个冒险点。你混蛋！你送我？不用，我明天还有面试，没工夫跟你纠缠。正好，不用。你不会是想对我潜规则吧？确实，只想对我潜规则。想得挺仔细，臭男人。这脾气不喜欢。最爱不能碰，你们在天空。帮我送送文件，这些文件出现在我梦。时光冲不掉的冰化妆，是你是你心头的青春流水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开始吧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林小姐的履历非常优秀，很适合我们公司设计师的岗位。李总、马总，你们觉得呢？与其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不如精炼自己的专业。这种不上台面的设计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。看看这个，这是欧洲红宝石设计赛的金奖作品，这才叫设计 OK。 那设计的什么狗屁玩意儿也敢拿来面试？大经理，其实这个欧洲红宝石的设计正是林小姐带来面试的作品。什么？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，接着办理流程。好的。也是通过了。林秋云要再搞事业，
月姐，小姐，小野猫，你认识吗？野作野，先生管家，今天有什么公司？那你昨天为什么要口是心非？你公司啊？这不是历史大富中网吧？这是我跟大学同学在大学学习，本来只是抱着玩票的心态，没想到居然一跃成为了行业的顶尖。那你很棒。谢谢啊。李爷，你怎么了？有监控。怕什么呀？我会让人管了。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。那是问题。李爷，你是见过我有妻子的人。那你说那个女人，我跟她离了就行了。我不管你就可以出轨吗？不少难得，渣男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爹，我吃哪门子醋？好，你没错，那我把他离了，我娶你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跟他本来就没有感情的，我们俩的婚姻呢，说离就能离的。真的？你确定你要跟我在一起啊？不是，你先给我打我的。大爷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老婆。大爷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老婆。你刚才说你是我的什么？哎，哥哥，怎么才来呀？你还等你吃饭呢？我离婚的老公是我新公司的老板，那我是该摊牌呢，还是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继续瞒着？进，大小姐，有您的快递。厉家的快递。你这孩子去哪儿了？我回林家了。那臭小子惹你不高兴了是不是？明晚回来参加妈的寿宴，妈替你做主了。妈，这下还怎么瞒？蛋子，你给我过来！那臭小子，你要是再敢给我找借口不回家，以后就别叫我妈。妈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回家的原因是因为工作，不是因为那个女人。什么那个女人呀？秀媛是你的妻子。她算你们的妻子？我知道休了她那个满心算计的女人。我反了你了哈！她是我认定的厉家的儿媳妇儿。昨晚是不是把她惹生气了？回娘家了，我连面我都没见着他过，我怎么惹他生气啊？你别给我狡辩，明天是我的寿宴，你呀，横竖都得给我把他哄回来。那个臭小子，你又去哪去啊？明天不是您寿宴吗？给您买礼物去。哪儿都能遇见你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款包已经被这位先生预定了。那你给我再拿一个，全球限量，仅此一款。丽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包了。丽
厉总，不然你把这个包就让给我吧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不要钱，不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和我去参加一个宴会。不会是你母亲的寿宴吧？想不到啊，你对我的关注比我想象的要多。真是伤脑筋。这是你们厉家的家业，我一个外人去的，你这个不会生气吗？我就是要你下跪，让他知难而退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你太过分了，你！我怎么过分了？他不仁在先，我们俩的婚姻本来就建立在他的阴谋算计之上。我现在不跟他离婚，留着他过年呢。你才不仁，你还不义。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厉少夫人回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不会是林家有些投资了，再看看厉少吧。别这么说，人家好歹也是厉太。她算什么厉太太？那女人刚领证就被丈夫撵国外去，结婚两年没见过丈夫一面，跟守国寡有什么区别？反正也抓住男人的心，我要是他的话，就送小鱼了，把厉少换成其他人。你的情报有误吧？人厉太太呢是出国进修了两年，不像你怨妇一样盯着厉家和厉少晃悠。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在这里叫啊？不过是给我打工的一个小职员罢了。马小姐，你没看我的简历吗？我呢就是你们八卦的厉太太林秋雨。啊，林秋雨，一个恬不知耻的新经理，就凭你也配做严哥哥的妻子？严哥哥，严哥哥，严哥哥就来了，你等着。你严哥哥来了，我还是厉太太。站住！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三，爬我男人床还敢这么嚣张？我呢，本来是想离婚的，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不想离了。你这个贱人！我这个人呢，有个特殊的品味，最喜欢看有心人不得善终。哦、马月，喜欢勾引男人的贱人、啊！你敢？你上哪来的？怎么了？林太太好，伯母。年轻人他竟然说我和林岩是大学开始共事的好拍档，不知是羡慕还是怎么了，嚷嚷着要逼我离开。我不肯，他要泼我酒。是这样吗？是。伯母，妈。听人说，这人是谁呀、啊？敢在我的寿宴上乱嚼舌根！不敢不敢。什么好拍档呀？是你的父亲拜托，我才让厉言带着你做事儿。既然你没长眼，惹得我儿媳妇这么的不开心，那这里呀、啊，也不欢迎你了。都听好了。我做事儿认清不认理，谁要是敢下我儿媳妇的面子，那就是对我和厉家过不去。谢谢妈。客气什么呀，快进去先把衣服换上。这是厉言房间。你们是夫妻，他的房间不就是你的房间吗？再说了，妈呢还给你买了一件漂亮的裙子，快进去先换上。严哥哥。哎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不敢说。行，你不说我走。严哥哥，是你妻子，她说你不许别的女人靠近，只要是好看点的女生都被赶出来了。这女人
两年不见了，他还变本加厉了哈，瞧给你破的。我倒是要去会会我这位素不两面的妻子。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怎么还不请自来？不好意思啊，碍着你的眼，我现在就走。不碍眼，特别的养眼。我已经被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给打了。你，请你自重，这儿可是你跟你老婆的房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林什么？林什么什么云来着？林秋云。对，就是那个林秋云。这桩恶心人的婚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，如果不是我妈强烈反对，我早跟他离了。可是他还出国待了两年，说明他也不想。他是出去了两年，可是他出去这两年，他们林家一陆陆续续找我们厉家要了两年的钱。你还说让我自重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。这样吧，我跟他离婚之后呢，我们就结婚。整天离离离，你倒是离呀、啊！小野猫，想不到你这么迫切。哥，先让我抓两天吧。A private show. When you see me, you'll say, "Oh my God, I'm head to toe, all in feathers." 这臭小子，嘴上一套，坐起来又是一套。挺好，挺好。更别，不行，脑子里全是酱油，真的下玩是吧？嗯，哥哥才野呢，包括那出轨那个。不过人家可不想当小三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上当。你要干什么？跟那个臭女人摊牌。谁呀、啊？一个追我的臭男人吧。挂了。是。喂，你不要再骚扰我了，滚！不是。臭女人居然敢挂我电话！我告诉你，既然你选择跟了我，那你身边就不能有其他男人，包括刚才那个臭男人。你放心，我呢看不上那个臭男人的，他呢又瞎又丑，还对我死缠烂打的。看出来了，他是确实挺蠢的。可不是嘛，烦死我了他。那个没别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就怎么感觉哪儿怪怪的呢？得找机会整死那个狗男人。女士经理好。好什么好啊，设计稿呢？什么设计稿？这也能忘啊。试用期作品好，前三名呢被成功挑战，并且可以和李总一起参加下周的新品发布会。合理言吗？
下面有请这一届的优秀新人林秋云。没想到吧，我就是你老婆。你是林秋云？想什么呢？那个，我准备着呢，下周五就能交稿。你最好是这样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李岩，你给老娘等着！站住！这么晚了，又去哪儿鬼混呢？公司发布会。你上什么班儿？身为历届少夫人，到处抛头露面，像什么样子？厉家都没意见，您就别管了。秋云，我爸一直是关心你啊。这两年你在外面越学越野，搬回厉家学习啊，怎么相夫教子？不搬，我们肯定是要离婚的，只是早晚问题。还有，你别再以我的名义向厉家要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在家，不然我怎么查到您的车祸呢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母亲当年真是酒后驾驶。我妈酒精过敏，她怎么会喝酒？你闭嘴！她也是你妈。她不是。你。丽爷，等着老娘审三爷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福珠宝厉氏总裁厉岩。天哪，陆嫂好帅啊！可惜已经结婚了，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脾气。听说他替你相貌尺寸，所以从不敢穿在媒体面前。不是吧？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、在厉总的带领下，大福年年英才辈出，佳品不断，而今年也不例外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有请他们上台。首先是陆小曼小姐。接下来这位，大家请先看看他的作品。猫眼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老想起那只张牙舞爪的小野猫。这条猫眼吊坠获得组委会的一致肯定，已安排成为大福的上市新品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的设计师林秋云小姐上台。秋云，不是这个吊坠设计师林秋云。杨哥哥，你才知道啊，那个女人仗着自己在国外学染皮了，嚣张的很呢。快点，石头王爷！没事，大哥，刹车线都给他剪断了，厉岩就必死了。什么东西？下面让我们有请林秋云小姐。哎，人呢？新人耍大牌啊，仗着作品好就能迟到。林小姐可能临时有事，让我们先跳过这个环节。她作品一定是找人代理的。哼，我看是怕穿帮不敢来吧。这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心机。没事，大哥，就是这猫叫。脑瓜给裤腰带上，你小心点。林秋云，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在我公司。你这个丑男人，我要被你害死了。那个，我说我在这系鞋带儿，你信吗？高跟鞋系什么鞋带儿？那个，你们先聊。追呀、小野猫这么值得不开心？这两位合伙有人要害你？
他想跑到哪儿啊？啊！给我上！行不行？怎么办？他们追上来了。坐哪？陆言。啊。有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忘了说。什么事啊？那伙人在你车上动了手脚，刹车坏了。不行，陆山，你怎么早点不跟我说呢？你也没问呀。把人都招来了，放心，有我在。啊！你疯了！啊！赶紧下车，坐车上等死吧。咱们这样真的行吗？行行，埋进去。爸，有我在。哎，可以了，郑初雪，你怎么了？不是我说这个，丽言，丽言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就是有一点点困。丽言，小声点儿，那句坏人又跟过来了。那对不起，都怪我，你的伤。那你是不是得抱他一下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个？我可没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的人是你。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啊，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了，也没告诉我你叫什么。真想知道。当然。真想知道。当然。你怎么样了？放心吧。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呢，看到有你这么一个美人在我旁边。我舍不得死。别贫嘴，那你我听好了。嗯，你要想知道我叫什么，就给我撑下去。好。哎，就是。走。撑住了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走不动道了。丽言，对不起，你不应该替我挡那一下的。你说什么？那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有，但你都不了解我，以后再慢慢了解吧。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熟悉，总是忍不住的想去观察你。丽言，嗯，那你要好好的，不然我永远都不可能告诉你我是谁。好，等我出去之后，站住好不好？太好了！丽言，丽言，你别睡，你醒醒，丽言，丽言。
在这儿。送他去医院。不行，一定要告诉我叫什么名字。那你不要死，等你醒来我一定告诉你。快走啊！厉总不过擦破了点头，至于搞得这么生死命吗？888只羊，889只羊，890只。又是个，太好了。他居然说他喜欢我，他知道我是他老婆吗？他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一定很严重吧。我居然在担心他，我以为他失眠了，我完了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。谁呀、啊？我才刚睡着。什么？什么？练醒了？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有预约吗？是我呀。啊，有预约吗？昨天晚上咱们见。我知道。有预约吗？其实我是你的厉总老婆。啊。那你有预约吗？这么迫不及待想结婚？厉总要赶得走吗？你还想赶厉夫人走？我问你，你对我的爱还挺厚重的。反正是没有预约，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知道你要成为我厉言的老婆了。这个白痴！你这个病人怎么不好好休息呢？你的伤还好，来坐。我这就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，反倒是你。我怎么了？过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？告诉你我的名字。哎，不止这个，我说了，如果咱们俩顺利脱险的话，你是要嫁给我的。其实吧，你跟我……我知道，我们进展的是快了些。不过我是认真的，我喜欢你。你呢？你对我什么感觉？好吧，但是至少你对我也不反感。我呢，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我的真心。我一直等你的。如果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呢？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呢？就算你不喜欢，你也用不着找这种理由来搪塞人吧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不过呢，结了也可以离的嘛，正好我有个婚要离。大哥，嗯，婚姻对你来讲这么儿戏的吗？无爱的婚姻本来就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，该不会？你还爱你那个老婆吧？
就是那天给你打电话那个臭男人。不是，你是怎么能一脸平静的说出这么惊世骇俗的话的？我不爱他，早就想离了。你不用自责的，这件事真不怪你。你不爱他，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我是被算计的呀。当时记者媒体都拍到了，我如果不跟他在一起的话，很难收场。而且他们林家都上门来说了，我只能将计就计了，也是为了厉家的名声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是无辜的？绝对不可能。你是不知道那个女的，她霸着厉太的位置跑出国躲了整整两年，我甚至连是想离都离不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好了，她回国了。老娘出国那是不想见到你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到时候给她一笔钱，让她自己主动乖乖把婚给离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你能这么说，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厉太太吗？难道他在试探我？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厉太太？难道他在试探我？瞧吧，你这紧张的。不想说呢，其实也可以不说。毕竟这里是医院，我觉得不太适合私定终身。谁要给你定终身了？你昨天说好的，多久之后你就要嫁给我。一码归一码，这事儿不能推脱。对不起，吵到你上火了。你抱我一下，抱我一下。行，谁让我欠你的啊？到时候呢，我呢就把婚离了，你呢就把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好。咱们周五的晚上不见不散。这下你可不能逃了。来，这个臭男人好像认真了，他要知道委屈他口中不要脸的女人，肯定会恼羞成怒，捅刺的吧？你什么认识的？身份证寄过去不就好了吗？只要他看到身份证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只要他看到身份证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厉总，您的快递。不是我受伤的消息不是压下来了吗？怎么？抱歉，我也不清楚。林秋雨。不是快递寄出去这么久了，总算是知道给我签了寄回来。月，你呢？把那个东西给我拍下来，明天我领最好的彩礼。厉总，您这是要求婚？身份证寄过去好几天了，厉言怎么没反应啊？厉总，他们先审问您的，明天就周末了。今天周五了，对呀、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先是发布会无故缺席，现在又心不在焉的。是死是活就看今晚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说，有人一掷千金拍下了海洋之心？海洋之心，对，这可是我最喜欢大师的得意之作。我本来想着在拍卖会远远看上他一眼，可惜了。这可是象征幸福的戒指呀、啊。也不知道哪个女生那么幸运，可以拥有这么奢侈的浪漫。反正不可能是我，你先想着吧，我走了。你怎么走这么早？
哎，我要去赴一场生死未知的约。谁这么大气，居然把这儿都包下来了？可不是吗？真想留下来看热闹。嗯，死定！李岩要是知道我就是他心心念念要离婚的妻子，肯定会把我大卸八块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干嘛？吃饭。啊，吃饭。现在饭都吃完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先把蛋糕吃了。嗯。嗯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把这个现场布置成了求婚。求婚？哟，不是你这个笨女人看不出来啊，这么明显的。苍天哪，我以为你请我吃断头饭。你该不会这么老土，把戒指藏蛋糕里吧？对呀、啊。嗯，没吃到啊。糟了。我不会是吃进去了吧？你找懂，让我来看看吧。我来看一下，你让我看看，先别动。你骗我？不是认真的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海洋之心，你买的？嗯。对，什么时候戴到我手上的？刚才吻你的时候。你确定？即使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也不介意？不确定。我喜欢你，根本就不会怪你是谁。李岩，嫁给我，我真的是认真的。不对，等一下。我们要是在一起，是不是犯了重罪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这是我给你的面子。什么呀？这东西好眼熟啊！我已经跟他撇清任何关系了，我以后身边只有你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严哥哥，可以嫁对人家，就是你这个贱人！干什么呢？不是你哪儿冒出来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喂，什么？找到线索了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燕子，你别走，我们一起吃蛋糕呢。放开！你喜欢吃蛋糕是吧？来人，给他上一百份蛋糕吃死。严哥哥，怎么样？找到什么线索？别急，小何，人快失落什么线索？我找到了当年从你家辞职的保姆，并且从她的口中得知，确实有一名陌生的男人在你母亲的车里动了手。找到那个男人是谁？没有，因为当时那个男人戴着鸭舌帽，没有看清楚脸。别气馁，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新的进展。谢谢你。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帮你找到杀害你母亲的凶手。确实是他那个老公，说自己哎，那你就是个渣。李总，要不要查查这小子？查，死里给我查。走了，我居然二话没说就在李岩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这个人瑕疵必报，而且今天他花了这么大的心思求婚，却被我搞砸了。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嗯？怎么又回到我手上了？难不成？他拆都没拆开，
公司养你们是来当闲人的吗？看看你们设计这什么鬼东西，废纸一堆。你今晚给我加班，明天早上我要看到至少三种自己设计。一个晚上三张设计稿，怎么可能？你有可能吃蛋糕，就有可能做得到。没能力就说没能力，没有资格留在珠宝公司。不合理的工作，我拒绝。那就给我滚蛋！严哥哥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。李总，是他不服从工作安排。我只是不接受不合理的工作安排。哦，那既然是工作，你能做到吗？哥哥严肃起来了，肯定是因为昨晚的摩擦被惹到他。嗯，能，李总，既然你都发话了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能，我一定把设计稿设计出来。让你去约会，看他有没有时间。结束。把情绪摊开之后再藏着，你那么独特，是我辗转反侧，就像长途旅行不停颠簸，把记忆打碎重新综合，把谜底揭晓之后再选择。明明知道你讲的两种说法，怎么还是这么骗人？也许来来回回都几个圆圈，说什么呢？凭什么？我们的爱像最后真的消失不见，是我不相信我不走，还是你引力太强了，失去方向，跌跌撞撞了撞上你的围墙，把自己围起来疗伤，是我不小心无所谓的伤，不是你可能隐藏我微信啊，眼里却是在我找不到缺伤。怎么靠在他身上了？怎么办？冰将脸迷住。这么迷他呀？你要是喜欢可以一直看，他是你的了。你喜欢？嗯。我说梦话呢。谁让你穿我衣服的？给我脱了！你一个已婚妇女，这些衣服都不适合你了。我今天怎么了？不脱是吧？我就是死马都不让你穿！干什么呢？你居然敢！你什么你？这是我卧室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呀，整天窝里斗，像什么样子？你们要干嘛？老公，是我的错，别怪秋云哈。妈，凭什么你先认错？明明是他先捡我衣服。谁衣服？你也是，飞川姐姐的衣服。我给你转钱去买自己喜欢的。没空看你好
干嘛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丽言，如果你发现你喜欢的人欺骗你，我是说如果哈，你会怎么做？欺骗我的人至今还没敢出手呢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这个臭女人，你敢骗我，敢就掐死你！怎么办？他越温柔越生气，我的小命就越不保，救命啊！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有点冷。又怎么了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你说。我其实就是你的妻。秋云，秋云，真是你啊！秋云，林秋云是你弄疼他了。林秋云是你弄疼他了。放手！我说你弄疼他了，放手！林秋云，你给我过来。三，没事的，我先过去了。李岩，你放手！林秋云，骗我好玩吗？有意思吗？不是啊，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接近我，还让我围着你团团转？你是不是觉得可得意了你？我没有。林秋云，两年前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进了厉家，两年后你还要玩这种阴招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觉得我们还可能维持这种关系吗？自从我们相遇来，我一直想要解释的，可是你给过我机会了吗？也不能全怪你，也怪我，怪我蠢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陷你的陷阱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我们的感情不是大哥，因为只有我跟你，离婚协议书呢？什么离婚协议书？你在这给我装了，我早寄给你了。所以。感情是假的，求婚变离婚是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你最好明白。离婚就是离婚，反正我回国，不就是跟你离婚了吗？如果你所愿，我会签字给你的。再见。什么？这个胡闹要有个度啊！这林家现在就指着厉家这棵大树呢，所以你们是在卖女人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让你嫁给厉总，是为了找个人好好照顾你。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你离婚了可就是二手货，以后可没男人要你喽。我不像你，离了男人活不了。好了秋云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你有气往我身上撒，你不要伤你爸爸和你妹妹的心了。我不怨你怨谁，我妈刀死你就迫不及待爬上我爸爸。还有我妈就我这一个女儿，别乱给我塞面。你给我闭嘴，现在赶快给我滚回厉家去。别气坏身子了秋云啊，你是不是在国外学了什么不检点的东西被厉家给养成了？原来姐姐是被休了，这消息传出去厉家还怎么立？你怎么没跟你妈学一点好？你没资格气我妈。你爸，看看你把你爸气的已经冒充死水了，叫你这个女干什么呢？她老公我还在这儿呢，轮不着你老人家来管教。厉总，你不是跟秋云？秋云原来这么帅。怪我，是我把我老婆惹生气了。这不，我亲自跑回你娘家把我老婆给接回去。干什么？老婆，这娘家好像不好对付的样子，不如跟老公回去吧。姐夫，是你误会了，就姐姐脾气不好，让爸都气晕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是你们仨一直在那叨逼叨叨逼叨，把我老婆惹生气了？没有没有。厉总，你到底和秋云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呢，就是闹点小，离婚，就是不可能的啊。那就好，秋云啊，
收拾收拾东西，跟厉总回去吧，别再拿小孩子脾气了。老婆。李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玩够了，我还没玩够。啊？凭什么你说结婚就结婚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？我告诉你，你既然那么喜欢玩，那我就陪你玩就可以。婚姻不是儿戏，而且离婚这事儿当时是你提的。我现在后悔呢。告诉你，现在除非我还你，就是你给你个王八蛋！你给你个王八蛋！我再混蛋，我现在也是你老公。东西收拾好没？收拾好回家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戒指。哎，我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要回来。行，你不差钱，那回去之后咱们分房睡。那当然，因为我跟你玩真的，我们俩假结婚，该不会爱上我？你放屁！我喜欢猴子也不会喜欢你。你手欠不欠？知道你们回来，我早早的让人换了床单被套。小乖儿媳，你还害羞呢，都是早晚的事儿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嗯，等妈睡着之后，你想办法开门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厉家的每一扇门它都是定制的，你没有钥匙你根本打不开。那什么呢？又不是没一起睡过。禽兽！想多了吧你？就你这样，你根本就不配上我的床，你就自己睡地上。我不走。那个，你现在在玩火？玩如果我们轻轻转的记忆。别看了，该发生都没发生，小骗子。之前一口一个小野猫，现在一口一个小骗子，渣男。是野猫，还是个会咬人的小野猫。那个，我怎么会在床上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昨天晚上你非要拉着我说去救什么火？救火？嗯，救什么火？好玩吗？反正你把门都醒了，收拾收拾，去公司吧。门儿？啊，门啊！这儿。是的，没错。你有钥匙？你昨天晚上不开门？你才是骗子！林初云，你被开除了，为什么？有人举报你试用期的作品是找人代批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配留在我们珠宝公司。这个猫眼吊坠是我自己亲手一笔一画设计的，是我找代的，请拿出证据。那上次发布会你为什么没有来？好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滚蛋！开除我可以，
就拿出正当理由代替这个事儿。我不认，我是部门经理，我说了算。大福的老板不是我们厉总吗？什么时候换老板了？你居然还敢提严哥哥！你这个贱女人！这里是办公区域，请你拿出你的专业态度，别整得跟菜市场的大妈一样。林秋云也太嚣张了吧，还敢提我们厉总？不就是新人考核得了个第一吗？拽什么呀？说不定那东西不是他弄的呢。我今早还看他从一辆豪车上下来，别是被包养了吧？有恃无恐。好啊，林秋云，你这个骚蹄子，这是又抱上哪个男人的大腿吧？我抱的一直是你们厉总，我老公的大腿。真不要脸，还敢拿我们厉总当挡箭牌？说不定啊，是哪一个肥头大耳的金主呢？说不定是个有夫之妇，他呀不敢说而已。嗯，对，是，我找的那个金主呢，又臭又肥，他婚内出轨，是个渣男。林秋云，你说谁是渣男？你说谁是渣男？厉总，严哥哥，这个女人水性杨花。今早我看到她从金主的车上下来。什么金主？那是我的车。一个怎么回事？严哥哥，是他先招惹的我。我们马经理和厉总是爱情的关系，林秋云这把死定了。可不吧，今天他就得滚蛋。说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严哥哥，这个女人在公司胡作非为，而且她那个猫眼吊坠全是代笔。解释一下。那个吊坠是我亲手设计的，创作理念来源于野猫。野猫？这前段时间某人一口一个小野猫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，干脆我就以此为灵感设计了这款吊坠。不是哪个野男人用野猫这么羞耻的词，这不你啊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严哥哥，这个女人谎话连篇，绝对不能留在我们公司的。新衣服？你看出来了，这是我特意去米兰买的新衣服，可贵了。我看看，外套不错。严哥哥，不太好吧？脸。严哥哥，死渣男，你老婆我还在了，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？衣服呢？双倍赔。张一楠，过来。干嘛？医生的选择，留在公司身上。严哥哥。水是你泼的，赔偿一件衣服不是理所应当。还有，给林秋云道歉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无凭无据说他代表当众对你发脾气，这是一个部门经理的本事。道歉。对不起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了。行了，自己去人事部里吧，明天开始。你们都欺负人！为什么搬了？我无非就是想主持一下公司的和平与正义。嗯，来我办公室。你怎么日理万机的？怎么不管这种闲事呀？还是说，你爱上我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在公司不偏袒任何人。下班等我一起。不要，免得那些同事以为我真傍上大款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你一开始不就是想攀上厉家公司？你还是不行。我刚才说的那些呢，是命令。下班跟我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？去了你不就知道了？来婚纱店做什么？那干什么？试婚纱呀。你玩玩。这个是我妈的，你要不喜欢，找妈妈。
我知道我生气了，摸狗样子的，你不信吗？因为我在看你啊，我不是看你这身婚纱，是特别重。好，来，新郎新娘靠近一点，开始了，三、二、一。No no。哎呀，瞧瞧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多好看呀，多般配呀！妈，这个照片他挂在这里，不是太合适吧？哎，你爷爷临终前就没能看到你们成家，现在可好，我就把它放在上面，让他天天的看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合适，特别合适。哎呀，我膈应死你！还是我们秋云懂事。过几天呀、啊，我去国外陪你爸待一段时间，你们俩就在家，我做点你们爱做的事儿。干什么呢？不是说特别合适吗？那是为了应付妈的，难道就要挂着这个东西丢人现眼？你也知道丢人现眼。嗯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特别听我妈的话吗？那好啊，来做点该做的事。谁爱做吗？小姑娘嘛，这东西能见人。不会吧？我是觉得这张照片把我拍的太丑。我那林言昨天不就说了一句我站着丢人吗？至于今天给我扔下车的，我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我是这儿有一个工作。对，你也是吗？我是新闻设计部实习生。哦，那好巧。那是为了应付妈的，难道是要挂着这个东西丢人现眼？啊！这个女人这么不乐意跟我在一起、啊，把林秋云给我叫上来。有你这样进老板办公室，门都不进。林言，有你这样进老板办公室，门都不进。林言，这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追求梦想去了吗？怎么舍得回来的？你现在才知道你的重要性。重要？你所谓的重要，就是五年前在我们订婚的前夕，跟着东旭珠宝的高峰。你真的回来了吗？你回来不是因为东西破产了吗？李远，这是这样。李远，我们只算是识破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爱你。不会的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就赶紧出去。我是大库的实习生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回到以前。回到以前？不可能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妈说你跟那姓林的女人在一块是被迫的，你根本就不爱她，你会跟她离婚的。胡说八道，我超爱她的。我知道你在骗我，我当年其实我……快走，李远。我呢也没有义务在原地等你一辈子。
你是不是嫌弃我妈只是厉家的保姆？可是林家也只是个三流的小家族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够了，请你出去。李仁，行，你不出去是吧？好，你呢就留在这里。好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等你空了再整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走了两步一冲上，他一下就把我给这样抱住。我果然没有骂错，你就是个渣男。你等我呀，我还没解释呢。你让我现在去找他，那不是往他眉头上撞？哎，不是，厉总和夫人吵架了。对，赵夫人呢，她就在大福上班，那可不是，天天他们两个就在我眼皮子底下。这个臭男人！大家念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新同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雨涵。好漂亮呀！人家林小姐不光人长得漂亮。还是珠宝设计的高材生呢。大新闻，大新闻！干什么呢，吵吵？什么大新闻呀？我刚听张柱说，咱们总裁的老婆也在大福，还是咱们同事。那个林家大小姐，张柱暴露了我身份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是。林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就是厉总的夫人。什么？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就是厉总的夫人。什么？哎呀，新同事竟然是厉总的夫人呀！一群蠢货。不过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早晚会是厉人的妻子。啊，我就是来工作的，希望大家把我当成同事。明白，一定的。这什么情况？李雨涵为什么要冒领？对你发什么单？我看你的工位是个风水宝地，不如就让给林小姐，你就到哎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一个位置而已，这整家公司都是人家少夫人的。让你搬就搬，马上搬。这样说不太好啊。哪有？应该。这群势利眼的小。哟，谁让我们林大小姐同期来？不会啊，你来了。对啊，哎，没事，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嗯，查到了，当年在你母亲车里动手脚的那个人，是你继母的前夫。果然是王婉英这个女人。谢谢你，阿斯拉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云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我头上都长草了。你病了？你有药啊？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还要多少。哎，这他是啊。我是他老公丽媛。那个子涵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改天请你吃饭。那个他今天出门没吃药，要不我先要不先走吧。我等你这会。你等谁呢？你不去陪你的李小姐，揍你。所以你是因为吃醋了才接触刚才那个丽媛？我警告你，别乱说。啊，是的。朋友，
朋友可以像这样吗？你亲亲我，亲亲我，这样到处摸摸摸摸摸摸摸，这样跟你没什么。不是，那臭圆又去哪儿？丽小姐，是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我听说季总给夫人买了一个海洋之心，我能看看吗？就是那个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。季总也太宠了吧！什么海洋之心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出来。哟，李先生，这海洋之心怎么在你手上啊？不是，我怎么在你手上？我怎么回事？海洋之心仅此一枚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个我可以解释的，应该是……我理解女人的虚荣心，哦，但是在我们珠宝行业，带假货是可耻的。我没有，原来是假的，林秋元。你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，可是在丢我们广大同行的脸，快摘了！这是别人送我的。哟，是哪个金主送你的假货呀？面积投是一场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那个送假货的甩掉。秋元，快摘下来吧，别丢人了。这个是真的，我再仔细看看。假的，假的！你们也太过分了！嘿，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一个假戒指被你当成香饽饽。这样吧，我家里有一些不要的，下次带给你。都是真的，你可捡到大便宜了！你不要了，你当我这是垃圾回收站？你别油盐不进啊！林小姐随便一个手串就留你一年的工资。哎呦，别和他这种穷人说话，他怎么会知道住在大别墅里的富人生活呢？也不是什么大别墅了，就是好想看看大别墅呀！啊，有机会带你去。行，不用送了，就今天吧，反正马上下班了。不知道你能怎么用这个条件？敢扔我戒指，我看你还怎么装少夫人。可以啊，正好我入职没有请大家吃饭，那今天就去我们宿舍。今天老陈密码多少？女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跟丽夫人出国了，你眼睛懒得在家，一时半会没事。好吧，密码是。大家都进来吧，我跟李岩说过了，今天晚上同时来我家做客。快点密码。他可没有密码，难道李岩和李雨涵有一腿？哇，这可是有。哇。嚯，这大盆林小姐真有眼光。啊，国外买的。哼。那是我从古玩市场淘回来的。林小姐，您以后可一定要在厉总面前多提携提携我呀。哪里的话，我是新人，还需要你们多照顾我呢。哎呦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？你尽管说。嗯，林小姐，有点渴，水。水啊，杯子，我好像忘记放哪儿了。嗨，这都是佣人做的事儿，哪有林小姐您操心？就是。您随便坐。谁要喝水？你们路人，你怎么知道水不水杯的呢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没拿住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我给你再倒一杯。谁让你动我家东西的？这个没教养的女人。李总，待会儿的饭局，这个林秋月，我送东西都给丢
厉总，暂停。不是，是我。你别太过分了。什么太过分？明明就是你没教养，乱动我别人的东西。就是林小姐就把你赶出去，已经够过分。你们不好奇我为什么对这里这么熟悉？难不成你要说你和厉总有仇？太不知廉耻了吧！当着人正白少芬的面就敢污蔑厉总，还挑拨人夫妻关系。别闹了，你识相的话赶紧自己走吧。走什么走？这儿是我家，我才是你。林秋元，你是疯了吧？别以为上次厉总偏赶走了马经理，自己就可以上位了吗？真正的厉夫人就在你面前，你也敢撒这种谎？得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这是我家，走什么走啊？我这还不关心你们呢。嘿，林秋元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呀？嗯，就是啊，林秋元，非让我们一起撵你吗？嗯，大家别吵了，都是同事，没关系的。少夫人，您可真是太善良了。您这是又美又善良，跟咱们厉总啊，简直是绝配。对呀，林小姐，方便看一下你和厉总的婚纱照吗？婚纱照啊？对呀，您和厉总男帅女靓，婚纱照一定很好看。嗯。婚纱照在卧室呢，您还方便？照片丑是丑了点，但是能狠狠打脸这个女人更是划算。想看婚纱照是吧？在这儿。这啊，这林总，林秋云，你居然把我送的东西到处乱丢，杵那么高干什么？下来呀！还呢？林总，哟，家里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啊？嗯，你晚上不是有应酬？我走了，夫人以为我不回来，把同事请回家里做客。李总，那个李雨涵小姐不才是你的太太吗？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夫人就这一个。那你为什么说少夫人，还带我们来这儿？就是啊，我李雨涵，这五年不见了，你这脸皮反倒越来越厚了。干嘛？我花两个亿给你拍回来的金针，你想垃圾箱到处给我乱丢？亮哥，告诉你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给我摘下来。不是，那谁？嗨，女儿，要不大家先散吧。少夫人，站住！我算是搞明白，你们以为李雨涵是我老婆，所以联合起来欺负林秋雨，是吧？对不起，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秋元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那个，少夫人，今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答应大量。哎，他们就道歉了，就算了。你快走吧。啊，那个少夫人，厉总，再见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这是去哪？碧言，你真的和他在一起了？来。看不出来吗？三七我都不看。今天的事儿啊，也是我夫人大方，不跟你计较。现在立刻。没听你，赶我走。说话要尊重点，人家有名有姓的，她现在是厉家的少夫人，我的妻子。干什么？你骗我。醒了，碧言，你对林秋云不是认真的，对吗？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对他是认真的。你不是不爱他吗？我爱他，就算我知道他在骗我，依然爱他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把我们这桩婚事当真，但是我会努力让他认真起来的。所以，
你别把心思浪费在我身上了。丽妍，丽妍，这是怎么了？爸，我跟丽妍没可能了，过两日我就是离婚。真大姐，你别不知好歹，能攀上姐夫是你这辈子最大的。得受点委屈，不挺正常的吗？那怎么，你闹就要离婚呢？就算你不替你自己想，你得考虑一下林家呀。那我们失去林家的庇护。闭嘴！秋云是我的女儿，她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。回头再给你算账。啊，我先上去。爸，想离婚就离吧。可是咱们家不是还需要力气扶持吗？是，但是爸爸更需要你的幸福。爸，婉柔走后，我们父女俩很少交流了。我对不起她，没有照顾好你。不是的。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力士集团的投资让你去嫁人？当年出了那么大一件丑闻，让你嫁给李岩也是情非得已。一是为了你的名誉，二是想找个有实力的人好好照顾。爸，对不起。不，是爸爸自以为是，害了你，过得不幸福，就离婚吧。离婚后回到家里来，爸爸好好照顾。爸，爸真这么说吗？那死老头啊，话里话外都是自家亲生女儿，把我们当外人。好不容易把林秋云那个贱人搞出林家，老头也七老八十的要死了，林家产业眼看就要到手了。林秋云要是回来，我们可怎么办？我可不会让到手的富贵敬着我。要是把我给逼急了，就像这个林北见面老婆一样，死得无声无息。妈，那个贱人的妈不是死于酒驾吗？什么酒驾？那女人就不喝酒。我是让你亲爸混进行生存，在你母的家产上多了手脚。原来是你这个毒妇害了婉柔！原来是你害了婉柔！林北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这些年，你借着秋云的名头，明里暗里跟丽杰要了多少钱？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想到你狠毒到要杀人呢！妈，你这个疯了！这么多年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你娘俩怎样？再好又怎样？再好也是亲生的。好，我会立下遗嘱。林氏产业所有的一切都归秋云，而你就到监狱里给婉柔赎罪吧。你当真要这么做？放开！妈，这些怎么办？慌什么？婉柔岁数大了，一不小心踩了电梯，这不正常？爸！我爸怎么回事？你看见了，走楼梯没很仔细踩空了。那楼梯我爸走了几十年都没事，怎么偏偏你俩在旁边就出意外？你什么意思？怀疑你们的意思。你别让我查到蛛丝马迹，别让你叫我。哎，威胁我呢？还有我妈的死，这怎么着？我跟林家比比算清楚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暂时不留危险，但什么时候醒以及醒来什么状态就难说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爸，你不是说要照顾我吗？你醒醒呀，爸！丽妍，丽妍一定认识，丽妍医生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确认一个准。
建中，你翻我手机干什么呢？你翻我手机干什么呢？我以为是我的手机。我告诉你，林远，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别来纠缠我。你要帮我？为什么非他不可呢？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你要爱我的话，你就帮我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这怎么回事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一直在调查发布会当中的歹徒，刚得知这就是他们的窝点，所以立马就通知您过来了。你的意思是还有人通风报信？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那会是谁？谁会针对我？遥控板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不认识他。要不你先说。嗯，你先说。李夫人，你这么多天家也不回，班也不去上，搞什么呢？你还怪上我了。行，我呢今天也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不过正事要说。我也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你先拿去看看。不用看，我签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人是你继母的前夫吧？他就是那次发布会的幕后主使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他藏在一家修车厂多年，名义上是修车，实际上是改变人家发动机装置，给别人制造人为的车祸。上个月他已经躲出去了，为了躲灭狗之灾。不过昨天我的罪人已经查到他线索。所以说，我妈是王婉英和他害的。糟了，爸。怎么办？别急，医生，这床病人去哪儿了？医生，这床病人去哪儿了？哦，他醒了。醒了？嗯。那他人在哪儿？虽然醒了，但是意识不太清醒。他妻子带他出去了。王婉莹带走了我爸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他领着他去了林氏。北北身体抱恙，我今天带他来呢，主要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提前交接业务。我妈也是集团老员工，林氏能有现在的规模，我妈可是有一半的功劳。于情于理呢，我都该接手他的事务，成为林氏集团现任执行总裁。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反对。不会。既然是应该换个事，期待王女士带领我们走得更高更远。好，那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，费总？我爸。你们竟然敢把我爸关起来！他才刚醒，你们竟然敢！他现在就一个植物人，他待在外头也没什么用啊。让开，秋元，我让你让开。姐，你们俩怎么跟听不懂人话一样？起开！哎哎，爸，你怎么样了？爸，放心，没事了啊，没事。爸，你在说你等我一会儿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帮我看那个。好的。都把位置都坐好了，有人私定去。哇，他平时呢不是这样的。我要报警啊！报警。
那不正好吗？反正我手里都掌握足够多你的证据，待会儿就让保安亲自送你去见警察。姐，求求你放过妈妈！她害死我们，你还想让她放过？有特别后悔过的妈！坐，就站着干什么？闹剧到此结束，现在我们进入正题。我父亲暂时没法处理繁杂的工作，所以他的一切事务将由他女儿，也就是我来接管。我话说完了，你们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不要了，临时新任总裁问你们话。赞赞赞赞赞赞。你一下，依然透出真心。今天谢谢你，只那么客气干什么？搞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。嗯，不像你平日的作风。你为什么帮我呀？你是真不知道呢，还是装不知道？不是林秋雨，我对你好，那肯定是有所图谋的嘛。你家大业大的，你图我什么呀？我图你这个人呢。你的意思是你喜欢我？你的意思是你喜欢我？不是，你反应怎么这么迟钝啊？我有时真的觉得我喜欢上了一个傻子。那不是你说的吗？咱们的婚姻只是一场协议，而且啊，那个林雨涵，啊，我这不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那至于那个林雨涵，我不认识他。我现在就只喜欢一个。我也喜欢。你说啥？没听到。我说，我也喜欢你。命中注定的安排，我明白。流星划过窗台，我想极光的色彩，你的存在把我的夜空填满。我是对。那些木偶真是颤抖。你还真是鬼来神吧？应该就是我身边的那群人吧。我知道。嗯。找到猫我就是了，找到让我过去吧。真假？林雨晴也是有事找我们过去的。找，走。姐姐，我替妈妈向你赔罪。别拐弯抹角了，说正事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来找你了。但你得给我一笔离开这里的钱。钱，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大不了你继续缠着我呗。哼，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给了。算了，咱们姐妹一场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发誓，我不会再来了。王总，人我已经帮你搞定了，你来吧。
王总，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，你把你给我的钱呢？都在这儿。等一下，要不今晚一起？王总，两年前你和你妈送来的妞都跑了，现在应该有两个。两年前也是这个贱人，是他走错房间了。你肚子饿？因为那杯有料的酒是你喝的。你换了我的酒？同样的招数用两次，妹妹。你真当我是傻子？我先走了，你们二位呢？好好玩，玩得开心啊！姐姐，救救我！妹妹，你这是作茧自缚。来吧你！虽然我给你带到了，但我希望你能……闭嘴！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你可以出去了。叶寒，你就不能正眼瞧瞧我吗？看你，你是谁啊？一条狗而已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这么听话，无聊透了。你不可以这么对我。是你喜欢我的，我又没逼你。那他呢？他不爱你。他也是林秋云。你闭嘴！他是被那女人骗了才跟他结婚的。我要是跟他睡了，他会对我负责的。你清醒点。真正爱你的人是我。哎呀，你连他一根头发都比不上，你离我远点。你真的就这么厌恶我吗？不是厌恶，是根本就不在乎。好，既然这是你外物，我们就一起死了。是，我早疯了。当初我一言下药，我本想让他身败名裂，结果却阴差阳错让他遇见了真爱。知道你要回来，我要让他在这个世界里消失。我怎么样，我都努力了，我都试了，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失败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程总，是不是疯了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老公，燕子。可打我老公！我林爷爷，要不交给我们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还好。其实我感觉好像要想把锁。你怎么办呀？我在等着你吹冷风吹过来，等着山盟又海对齐又花开，我在等着某天你也在，等你随便过到我心海。我们昨晚是的，没错。感觉这画面似曾相识。两年前，我就是被你这个心机女在当中弄湿的。喂，那明明是你的。嗯，那你也得对我负责任。好好好，我呢，我用一辈子为你负责的。嗯、这是谁啊？哦，你那天寄给我的，还没来。离婚协议书，离婚协议书。老公，听我解释。解释。我之前误会你要跟我离婚，还自以为大度，想要主动退出你和李雨涵的关系，然后我就……你这个傻瓜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把手伸出来。你不会要打我手板了吧？快点！嗯，海洋之心，你之前在临时大师拳脚的时候自己脱下来的，然后你又忘带上了。老公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带上了。哎，你上次是不是来过？上一次他对我老公不满意，这次来，先把新娘抱在一起啊！
开始了，三二一。 孙总，姐，问你个事儿。您说，李总，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呢，新婚燕尔，应该是蜜月期，是，但是他老婆却因为工作忽然染了他，一反常态，他就是想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，以及怎么办。他老婆爱他了呗？不可能，超爱他。李总，您说的这个朋友。 应该不就是您自己吧？我是这样无中生有的人吗？不是，那个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遇见这种情况，您的朋友应该也冷淡凤姐。什么馊主意？老婆能这样对待？结过婚？没有。有女朋友没有？没有。不管说，就你这样。 怎么找啊？出去吧。哎，今天亲自去见老婆，一定要让她重燃爱火。真是没想到，堂堂栗子也会有一次带上闺蜜。老婆，下班没啊？我来接你。哎，你快来花园餐厅。好。 这是名字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给你补的求婚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付出吧？嗯，那，你给我准备的什么呀？你不是这段时间老觉得我冷落你吗？嗯，其实啊，老婆给你准备了戒指。真的？嗯，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在蛋糕里，你没吃掉吗？别跟我开什么玩笑，还用同款招数呢？我没开玩笑。 老公，戒指被你吃下去了，老公。老公，救救我！老公，你醒了？啊，都怪我，没有留个存活呀！ 行了，行了，哎，哪个是我？我哪里都不难受，你家怎么难受？有什么好难过的吧？洗个胃而已。是我害的吗？上次我就搞砸了求婚变离婚，这次我又搞砸了求婚变求姻。上次我又搞砸了求婚变离婚。 这次我又搞砸了求婚变求姻，不会啊你，老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你喜欢求姻？胡说八道什么的？我是看你这么爱我，我才高兴。那是当然。看，戒指，这是从我胃里取出来的，洗干净了的。来，老婆给你戴上。这个呢，是我设计的天空之城，我这个呢，是你送我的海洋游戏。 天与海，绝配，就像我跟你。老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老公，我也好爱你。